哦。伊有当时啊，三叔啊，当时啊，四五啊，来个拢无一定啊，我有当包拢啊包起来啦。啊，有当包拢啊包起来，有个人讲，百分之十地，什么？有的一箱六十地，有的一箱八十地，有差你知无？啊，你大细地拢啊杀起来，即拢我哋啦，我六个就是拢无留，拢啊来。一个啊，两个啊，三个，来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来提钱来。哎，开机了，我到你老家了。好吧。好了，啊，开机了，我卖卖了，那个不要停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不要停了，等下甲支援一下啦，你甲倒无，只倒三个啦。哎呀，即这种鸡腿，迄手啊拢无，又卖搁袂离啊无，即鸡腿抬下起来了，哇，这边搁这。哎，赵飞，你老了，你真硬啊。后壁两个应该搁会当来，遐赵飞后壁情义担当嘛。啊！我真正含万卖嘞，我最近做无只车。你卖到到无只条，后壁去澳洲买，我就盈利足百嘞，两百了，我无。来一个啊！啊，好啊，无你无收啊。两百啊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无啊，我边个无啊？有你后壁。三啊，四五，哎，你后壁食关闭的，这是柠檬的，关闭的毛干卖卖我，我无卖我。卖，两百。七。来五百。你给这个没有啊？韩国那个赛牛啦，赛牛啦。我老爸给他给给，我老爸啦。这包是美国牛五花啦，原肉裁切啦，家己看百外水啊。手枪长的而且啦，打电话去问阮妈裁切的啦。阮厝保持拢三包啦，食火锅阮爸要炒洋葱，保持阮厝拢三包啦，原肉裁切啦。外口一盘平价火锅，唔免讲中高的，平价的好啊。一盘了，179、189啊，一盘了啊，一盘好三盘了啊，600啊。你今日来煮啊，你食到迄百八十八块，你食咱官巴，你家己嘛唔知，我这官巴定位啊。这叫美国牛有啊，要食卖500、400拢做免来。我讲我你遐全部五个新币钱的三百块了。来三百，四个，因为你个免啦，一个收少啊。我三百，你遐我拢免啦，五个了，200了。4个，无啊，3个有啊。你3个了，你3个了。你三个，三千块你要怎样？三个，老板，快坐。那个妹妹啊，那个妹妹可以。那个妹妹可以，可以。那个妹妹。老板是赚了十万多，来了。那个现在啊，拍谁？拍谁啊？来1000的。拿这个。你个人客气不客气不？无啦啊，我无啦。这王八哦，这王八。来个八。你有在煮面无？捌在厝煮过面无？汤面、炸面拢不管捌煮过无？啊！眷村老卤牛筋煮面炒菜，我来讲哦，牛筋我足少卖啦。我一日一斤我甲卖啦。我早起卖着一斤牛筋惊着啊，甲我送个试吃，要求好食袂，人家拢无落。甲一半的时阵，人家开始敲着来嫌，夭寿啊！哪厝冷的，啥物？水停掉，水停掉，甲一斤过来找我，我毋捌食过遮 Q 的。你甲面咧落落，你食看嘛，这牛筋炒菜就做好食，煮面、汤面啊，还是干面拢会当炒。这老卤牛筋，这袂嫌完味，你若要食，应该难。一包我讲一，我讲安尼，大家拢听咯。大家拢知影，牛筋比牛肉较贵啊，牛筋比牛肉较贵。一包鸡要2包带500，唔免500，400拢唔免啊。大家记得食，先加一个300我咯。来300。有人要食上 Q 的牛筋无？你若要食恁两块块的牛筋，你莫加钱哇。一斤的吼，你食着会饿咯。来三包，怎么吃？我来讲啊，我加一包送你啊。我来讲啊，我三包你啊，这大包的啦，四个平时落啦，三包怎么吃？五斤啦。三包一个。等下啦。三包两个啦。这个你啦，袂紧，感冒你啦，无啊啦。等下，使无？好，来，我包我。来啦。大家一块三包。这。六三。来，多一只。算你买到来啊，五包，好不好？来这边，这边。冇见啦，冇见啦。我来讲哦，我今日这蒜泥大地拢无啊啦，这一地500几克啦，你若要吃较紧的啦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我若看1000个足少人买着的，来500我了，来500几克，一只皮钱，一只皮钱拢无啊，真正，来，这地够你啊，来啦，这大地一地500几克啊，来，先给钱先哦，三个，这地无咩，过来，两个，来五百，来五百，过来拿钱的来，三个啊。多少里？多少里啊？我才收不？好啦，头前搁追加一个。小志，以为在弄。还搁追加钱啊？我拍钱再还钱，我再钱就追好。哎，对对。等下去收哦。多少里？多少？两个啊。多少？
不一个啊，两个。我做追加的。追加得嘞啦。追加无啊啦。追加从几啊无年啦。再从几啊无年。再从几啊无年啊嘛。哎，先要带你遐物件先过来搬了无？啊，你先想我啦。来，再给我把你点一个。你到后来要搁食鱼啊无？咩啊？不到后来要搁食虾啊？我虾啊，剩无偌济，到后来要食虾啊？我来咧，人家要摊包。来，这摊包一包二十了，这下够出毛啊，这下够带毛啊，这到电锅烧做三两成啊，一包二十了，三百来无？两百了。哎，两百一个啊。一包搁送你两百块了。两包。搁要摊包无？两百。来，看，行。摊包搁要来无？无啊，两百块了。哎，真加了。搁要食无？摊包。谢谢，感谢。来，今日叫大毛，叫大毛，冇大哥毛。大哥，谢谢，我叫杨毛龙。两百块买来无？一百了。一百。试食看嘛，食一百块了。有啊哈，啊，收过边啊。好啦，恁听我讲过，睇下我者，谢谢。来，来，我来放一挂好味给你。来，啊无你个，你个迄落，你用过个，我吃。啊，这我来讲。等下好不好？你要啥？大哥，你要啥物？包包。包包呀，外面我来来介绍。你听我讲哦，来。一箱，一箱。啊，全部人家注意听哦，注意听哦，这不是你开玩笑的哦。啊，来，这上面有人知无？卖个走啊，卖个走啊，听我讲啊，这个叫土堆里的买料。一箱哦，十公斤，听好哦，十公斤哦，让恁大家欢喜。我讲不了恁欢喜，就是不了恁欢喜。来，迄瓶刚有看到，来，看，来，遮水，啊，土堆，遮水，来，感谢恁，啊，真正感谢恁，一箱装起。我再讲一届哦，这真正咱挂叫的哦，这输赢赌的哦，几个我讲无紧就无紧哦，全部恁这人家吃。你想要摕钱哦，你就摕钱哦，一箱装起，几个拢无紧，先给钱。一百万，来一百，来一百块啊！我这无你给一百块，你也袂记嘞啊！一百，一百万，来几个？我来，这收你们两个了钱哦，恁那一百，四个、五个啊！我回存车啊，我今日要刷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我无可能给钱给你一百，来啦，一百块，来啊，一百块！你老弟，你外口买这个品质的一百块，你当然搞浪费，当然搞公平，你搞，一百，好嘞，一百块，一百，你搞用这个就做好吃，一百了。一包，一包，几个？六个，五个啊！够人买啊！无一包，包来哦，七，这我甲你讲哦，真正是要买票，我啰嗦啊！好，最后五秒，若无价钱，就去后壁包起啊！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收包，几个？五个，七，十二个装包，来，起价我付。恁这有人价钱的无？这啥物？包包够晚上价钱？这话这五十的哦，五十块。来，拿五十块的哦，有提五十的。来，这挂我谈钱，我来就是讲完了。谢谢。我无啦，无要卖去啊。对。来，多五十，我无啦，五十。你讲人要吃鸭肉丸，该哪用啊？哪家来到三万？哪家来到三万？你人要吃鸭肉丸无？全一包。我买花三包，我买花鱼啊，我这全部来要吃来先给钱一包我了。一包。两个。三个，一包无哦，一个，三个，要不先出钱啊？有啦有啦，我给啦，你给招牌啊？你几个啊？三个啊，最后一个一包啊，够啊，后边一个啊，四个四个，嗯嗯，那就算了，生活方便啊，生活那就算，四个，这四个拢未少哦，嗯，来多开来一包啦，来小心小心 ，OK 谢谢。不好，就是不好。你这个招飞飞飞过去，我弄。那个，招飞飞我。哎呀，那飞飞。上面叫咸酥鸡。咸酥鸡家。美女花来动，这间是强酱的咸酥鸡，非常好吃，这招牌咸酥鸡，沙发鸡啊，我们来，整包全部满的满，拢无骨头的啊满，这不是想要变啊空气，全个满来满，我保证的，这包你去凊彩家己一间路边，煮这包咸酥鸡肉块就好啊，绝对三百块起条，这堆。来，今日免三百，两百卖两百，两百了。两个，来两百块了。两个，两百块。两个，三十七了吧？无，最后就是一百。OK， 无紧，最后一个。一百只，一百只。无啊，无啊，拢无啊。反正就一百啦，你一百先来，再来招。啊，这里两百。啊，这边美女你两百，再来招。好啦，我这个卖了，再来卖牛排啦，好无？啊，牛排卖卖，搁画一个金币，差不多啦，好无？来，来。来八招，你点着咧？六点半先坐，人家来搞，我再客一箱。六点半。你到你看直播，六点半来搞。小白只点就是小白。你若要一千，我就赔我给你啊！哈，来，
伊这个物件叫红肉鱼的尾端，足侪人咧抢的，啊货嘛有够少的。恁要吃，莫让你开500、400，拢免啦，来新加坡300块。来300哦，红肉鱼的尾端300块。这嘛算只箱尔哦。有人要煎的无？鲑鱼尾端啦，300。我等下揢一个高级的牛肉起来给你看，哦，差不多要无货啊，我尽量我刷就好啦。哦，尽量我刷就好啦。啊，有人要吃这个红肉鱼的尾端无？斤两三四五六七八个。300，有人要无300？来300哦。但是恁有特别要吃啥物无？敢有特别要点啥物菜袂？当我讲个。哎，啥拢在讲哦。敢有人要点啥？后壁地瓜，地瓜可以点。地瓜了。地瓜你会变我怎个？24/6/22。今仔日你若加300，我迄伫顶悬啦，迄伫顶悬啦。你若加300，我再告你，我再告你。阿嬷伊个买你，即块上好吃啦，上侪人加爱吃啦，真吃啦。300啥物啊？来300，哎，300哦。鲑鱼袂断啦，300有人要来无？300有人要进来无？300。阿英，这有好看一下无？今仔日即马人有搞，去遐注意啊，较快一寡时间伫遐者。300啥物吃啊？300。300哦，300诶，300有人要来无？阿姊，人家，这堆吼，若我若卖你300，你无买，我讲真正，你嘛无够内行啊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来。这包给他们讲。